机能恢复来说，都比年轻人慢了不少。当年威风如战旭刚也吃过年龄大恢复慢的苦头。一般老运动员来说，说这个恢复起来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一个。我觉得恢复恢复还是看你心态怎么摆正。首先从训练上得把这个心态好好的摆正，就是有心态。同时现在就是怎么说，包括昨天练那个体能一样，这样就是那个变速的那种啊，从了我就是自己想练这个东西啊，想着那个喜欢这个举重项目，所以说像是说心态摆得比较正，所以在训练当中就是没有那么累，就把它当成一种那种很开心快乐的举重。心态肯定极为重要，科学性的训练和恢复同样可以平添信心。不然这一大群小伙子看着80公斤的哑铃10个一组连做6组，哪儿那么容易起来？走，琪琪要给爸爸压岁钱吗？可以。哎，这桌差不多。哟，哎，起，手轻，对，讲一点，走，开门，来，加油。
Yes, sir.好，轻松啊，一顿。轻松，哎，对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哎，一段清楚。啊，跳后腰胯鱼蹲抽揉的弹性支撑跟着，对对，三个Good. Yes. 九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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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烧？啊，发烧！哇！好的，好的。打了。啊，
Okay, no problem. No problem. No problem. No problem.